我最喜爱女歌手铜奖。呢位只系得17岁嘅女歌手，喺第一届星梦传奇总决赛攞到专业评选大奖、观众热选大奖同埋总冠军。去年年中就参加内地节目《声生不息》，令到佢人气急升。恭喜 Gigi 严明熙。笑声依然轻响起耳边。